纸片儿，这就算我练上来了。不知筛筛爷以为如何呀？好啊，向子爷，真要那样，您就算练上来了。好，海川准备。从这一听，哦，感情我老师不喊我，我这大师傅行，能练这手。哎，一会儿再瞅我那二师傅的，把这95张还照样摆在八仙桌子正当间。上头爷呢也这招，来到了八仙桌子头了，双掌一翻，可就冲天了，嘴里边叨叨念念是密经三篇。那位说，今天咱们说的这是僧道两门，回汉两教，说是三教会筛筛，实际加一块是四教。那么这四教虽然这功夫是一手功夫，传授是不是一样呢？这书上没写，我也就不能瞎说了。尤其这密经三篇呢也没留下来，我回家是想练这个来的，后来一琢磨，这整是童男呢，我已经不是了，我结婚好多年了啊。您说这个密经三篇也没留下来，得了，我就是即便找着，我也能只能教儿子了，是不是啊？以后再说吧。也念三篇密经念完了，围着八仙桌子一溜弯，一吸着天罡气，猛然间一伸手，仨手指头往那毛头纸上那么一摁，也就是一两秒钟的功夫，把手收回来。海川验之，也让童海川验。童海川把这94张掀了去，最后这张拿出来举在老师的面前。道爷甩脸，司音然一回头，噗，张嘴一口气，仨圆纸片飘飘摇摇散落于地。这张纸看得味儿清楚，仨指头印儿，现在变成仨手指的窟窿。筛筛爷一看，好，道爷，您这就算练上了。丁瑞龙跟铁三把一看，呵，我们筛筛爷练这时候我们都没见过，人道爷照方抓药也练上来了，真高啊！何道爷向前一步，我师兄练仨手指头，我要再练仨手指头，未免就有点重复了。这么着吧，和尚在旁边一听，你可得练俩，你要一身一个，我一会儿练什么呢？要不用手我可练不了。何德爷回头一看他，我练俩手指头，哎，阿弥陀佛。何德爷练俩手指头，和尚练一个手指头，和尚练的是大拇哥。简单说吧，93张先去，俩手指头印练上来；92张纸先去，一个手指头也练上来了。这手隔山打牛，没把僧道三位啊给难住。筛筛爷一看，头，这是挤兑我老头啊！完了，为了这几手弹腿，嫌我说大话。这手接过去，咱们再来一手，把这纸拿去，还是这张桌子，换一大海碗，满满登登逛了逛当，这么一碗凉水往这桌子跟前儿正当中这么一放，也就是这个碗放在桌子上，江然的这个碗不动了，这个水不晃悠了，水波纹一圈一圈的渐大，一圈一圈渐稀，这个水也就江然静止。筛筛爷可真有两下子，大喊一声，嘿，把在场众位吓一跳，不知老头要练什么。就看他猛然间一伸手，用自己右手抓住了一条八仙桌子的桌子腿儿，单膀一较劲，哎，可就把这张八仙桌子可提了起来，平端平举，这八仙桌子举至齐眉，举起来了。再看上面这碗水，
一滴点都没洒，叫滴水未漏。筛子爷把这桌子端着这碗水举起来不算完，叫了一声道爷，接着哗啦一下他把这桌子给扔过来了。就这一手，上的爷都是巍然一愣，刹那之间这八仙桌子一掉个平的转过来了，扔到自己的面前。扔这主好扔，接这主可不好接。这个老筛子金元占着便宜呢，他是由地上端起来的，他这一撒手跟刚才那劲儿可不一样。也就是说他往起端，这桌子多沉，这碗多沉，这水多沉，就是多沉。但他这一扔他可夹得进，那上头爷接得住接不住？接得住。一张八仙桌子上头爷还接不住，难的是这张八仙桌子得接平喽，里边这水要洒一滴的就算栽了。所以上头爷一摆海下的银然，道袍翩翩，用两只手要接也算栽，人家一只手扔的，急伸自己的右手一探掌，砰！您可听明白了，他得卸这张桌子的劲，要愣接，这桌子站住，上面那碗站不住，那碗站得住，那水可站不住。也就是说，手一碰这桌子，腿得跟着这桌子走，那么这个手走，人也得走，以脚跟为轴，自己的脚尖一滑动，全凭的是腰腿的功夫。您别看这么大年龄了，功夫太纯了，跟着这张桌子的劲往下这么一卸，提了这张桌子原地360度转一圈，嘴里边不耽误的宣了这么一声佛号，无量佛师弟，唰，转一圈就是这张桌子就撒手了。那么何道爷呢不敢怠慢，照番抓药，伸自己的右臂探右手，接住桌子腿原地转一个圈，叫了一声禅师，接着刷又扔到了宝镜禅师的面前。宝镜禅师接住了，阿弥陀佛，手上使着劲，恶狠狠照着金元。筛子爷接着，那三位扔呢没多大动静，他这八仙桌子扔出来夹带风声雷霆之势，呼一下速度也快了，就到金元的面前了。金元也知这和尚生气，又是初会，自己今儿这话确实也大点。金元心的话，事由我起，我也得接住，伸自己的左手把这张桌子给接住，那左右手得练得一样喽。又扔给上的爷，四个人拿这张桌子带这碗水走马灯似的这么一传。得说这手功夫能练，这手功夫能练，不单剑客能练，您各位都能练。您看杂技里头就有这么一手叫水流星，这水流星什么时候开始练呢？这在解放前清末民国就有人练这手了。那会儿撂地跑马，就拿天桥来说，就有练这水流星的，当然也是多少种练法，其中有这么一手绝技，就拿木头啊钉这么一个木头框子，三角的三根木头榫卯结构给它钉严实，什么样子呢？你要打过台球都见过这东西，就那台球那马子，马球用的那个，这东西里边搁这球正合适。当然也有大有小，因为16色的呢跟那个斯诺的那个呢球数不一样，还有9球的，还有16色的，还有这个啊斯诺克的这个。但我就知道这么几式啊，花式的什么这个9球的16球的，就是这个，可能还有我不懂。您别看我打小就打台球，因为我们家有台球案子，
我哥哥考上惠文中学呢，我爸爸一高兴，作为奖励花了200元人民币给他买了一台球案子。200块钱那年头买一台球案子，就现在打一盘台球，哥几个到那儿，一人点一咖啡，点个瓶啤啊，来个汽水，要点小点心，跟这一人打三杆，甭多了，一小时没有500-600出不来。这台球厅消费很高的，那得花多少钱呢？因为我小时候那会儿，就马路边上的台球案子也搭着破，那个案子那个库啊，就那帮啊，都没有什么弹性的，都说实在的，那也拿家，因为家有一小院子，搁得下，哎，玩这个。所以我，你看我哥哥考惠文中学，他才13，我比他小好几岁呢，我还上小学呢。我们家就有台球案子，我那会儿就跟着拿杆就打，但到现在我也不会，跟着瞎杵。人这个一个球上有多少点会打的啊？让这球怎么转？哎，怎么加旋？怎么加这个？那我一窍不通。大概其我明白这规则也就是了。那么您说，就是今天这个三角架子，就跟现在这个打台球用的这个一样。那这时候怎么练呢？就这么一木头框子，把这也是平着搁在这儿，然后里边搁仨玻璃杯。民国那会儿就有玻璃杯了，清朝就有。这仨玻璃杯当着大家伙往里倒水，倒流出来，你眼瞅着让观众过来看，这个水有张力，它倒满了都往外流了。等它定下来之后呢，它这水啊高于玻璃杯一点，鼓出一点来，一点都不欠，你别碰，一碰准洒。那么就这会儿，他这木头框子有眼儿，那么由拿这个杆竹竿把这框子平着给它端起来，这就开始转，越转越快，越转越快，满场走，还要做各种高难的动作。敢练完了把这杆停住，一点一点往下撤，还撂在这架子上呢，把杆撤下去，这框子也定住了，让大伙再瞧这仨玻璃杯，不仅不掉，不碰不摔，上面这水还得是满的。过去要讲究练水流性，其中就有这手。那您琢磨琢磨，江湖上跑姐卖艺的都能练，何况这个主身份这么高，都会气功。不过就是他这托大是张八仙桌子，你一般人一张八仙桌子一胳膊你也举不起来呀。现在四个人走马灯相仿，啪啪啪，左右手倒着一扔，这张大八仙扔了这么几圈之后，彼此也都了解了，再要练可就没意思了，老扔这有什么劲呢？打这扔到天黑去，也就是这样了。最后是一次金元接过来，可是伸双手接的，把这张八仙桌子平平稳稳、轻轻巧巧转一个身，往这个月台正当中这么一放，再看这碗水一滴未洒，桌子上连个水印儿都没有，就有水印儿也干了，甩干甩干吗？那也就没看不出来了。四人同时拱手为礼，打心眼里佩服对方，就是上道爷、河道爷师兄弟天天在一块彼此练功，功力相匹，这个哥俩武术伯仲之间。跟宝镜和尚这一次见面，也不知道宝镜和尚都练什么，没想到也能练这手，这功夫啊都没扔去。金元一看练两手了，人全练上来了，呵，今儿要栽啊。金元一琢磨，我把我这绝活拿出来吧，这手绝活拿出来，你们仨要练不上来就算行了，你们仨要练上来，那和尚刚才已经放话了，他还有好几手让我练呢，我还不定怎么着呢，我盯着吧。这老爷子这才要抖擞精神，一伸手由丁瑞龙丁德板手里头可就把铜条拿过来了。
小名叫铜条，大名那叫绝，两头的馒头顶上面有窟窿眼儿。您记住了，是凡这绝都得带窟窿眼儿。为什么？当初他是马上的兵阵，后头得拴皮条，拿这东西打出去直接能把对方的武将打下来，所以他就慢慢演练成部下的。这个金元老筛子爷他这绝呢，后头呢还是原来的皮条，这个牛皮做的皮条上面盘的都是疙瘩。他这个皮条呢拧完了呢很短，他现在已经不拿他当暗器用了，这身份太高了，等于这段皮条呢就是个玩手，或者说他就是个装饰。现在一伸手，有打丁瑞龙丁大本手里把硬手的兵刃，仗义成名多年的这个爵给接过来了。他一伸手接兵刃，佟林跟着几位高人心里边都含糊，干嘛要玩命？以为老筛子金元接过家伙来，行了，这些个游戏都不练了，打了。老道，你不带着宝剑的吗？把宝剑瞪出来，月台之上咱俩武力的解决了，那可就不是比输赢了。那甭说谁给谁一宝剑，拿绝捅他，就是沾一裸带衣裳拉个口，一世英名付之东流啊，也不到那份儿上啊。大家伙都瞧着老筛子爷，老爷子您还要练什么呀？老头脸都青了，行了，瞧出来了，今儿是要撅我老头，两手都练了，第三手我也不留着了，我平生就这么三手，干脆今儿都练了吧。大家伙来到大殿以下，就在这房檐底下，这房檐底下呀，有挂鸟啊，挂什么用啊？那铁环子，就这东西。这铁环子坠下这么一根绳索来，我把我这皮条跟这根绳子拴在一块儿，让我这铜条啊垂直。人站在这房檐底下，脸冲里，背冲外，冲院子，后脑勺冲着院子，这大脸呢瞧着店里头，然后用手一拽这铜条，把这铜条悠起来，往前悠不算，单整这铜条往后一悠，这铜条得过了身子，这人才举动。这人跟着铜条出去，可是后脑勺不许掉个儿，还得背冲着外，纵身行往起一拔，用脚尖一点铜条，把铜条踢回去，这人借着这一点之力飞上大殿房檐，这手功夫就算练上来。大家伙一听，这更没法练了，怎么这几位哪位上房都不当回事，不点这铜条直接一蹦就上房了，明耀就上房，大殿高高也上不去，可是一点这铜条就借了力了。那么这力是相反的力，您琢磨琢磨，后脑勺冲着外，这人不许回身，跟着这铜条窜出去，蹦起来拿脚一踹铜条，把铜条踹回店里边去，那这身子自然是往外去，不行也得跟着铜条往前去，铜条往下走，人往上走，人跟着得上大殿，上房檐上头去，这可难练呢，也没练过呀。心里话说，这老筛子平常在这寺里边真会玩啊，隔山打牛，打纸，扔桌子，你说平常这桌子他怎么扔，他扔给谁呀？今儿是我们四位月台四街角一传，功夫都差不多，平常这手他跟谁练来的，他练得这么熟，那甭问呢，这铜条他净一人练来的，没事就悠这铜条玩，他净往这房上窜，他是窜熟了的。
僧道三位看了看，哎呀，晒黑爷，您的绝技不少啊，无量佛，我等愿试。好吧，老晒黑爷亲自纵身行来到房檐上头，稳住了身形，自己探下身来，就在这个铁环子上头拴了这么一根绳子，这绳子垂下来，又把自己的铜条啊后边接的这根皮条跟这绳子拴上了，拴了俩死扣，伸手蹬了蹬，非常的结实。老头都准备好了，一转身来到僧道三位的面前，三位道兄，这回我还不先练了。为什么？老头是练熟了的这个，老晒黑一琢磨，我要先练练上来，他们三个人再练也不新鲜了，这回我取个巧，让你们仨人先练，倘若你们仨人真能练上来，我还得加大难度，我这动作系数还得加，哪么我多俩空翻呢，我也比你们得漂亮点，要不我今天彻底栽在家了。他哪知道他这还不算栽呢，栽的还在后头呢。老晒个金元一伸手，用手一指房檐底下挂的铜条，三位哪位来呀？无量佛贫道院士，上头也把自己的浮尘宝剑都交给铜林，大家伙屏住呼吸观看上道明。老仙长缓步上台阶，来到房檐底下，伸手拽了拽铜条，又往上颠了颠，干嘛？他要看看这铜条有多大劲儿。自己拿手一推这铜条，垂头这么一瞧，铜条往起悠，没练过呀，悠到院子里边能悠多远，大概能悠多高。一看这铜条悠起来悠平了，是多高，在什么位置上，自己心里有数。等他再回来的时候，伸手接住了，把这铜条稳住，二次拿手给他捋直了，铜条分量大呀，风吹不动，往下这么一锤，纹丝不动。上头爷这才冲老筛子爷点头，老筛子，这手功夫您素常是练的，贫道我并没有练过，故而我先要试看试看啊。明白，您甭客气，这回怎么样，大概其心里边有数了，那么请您闪开些。好，大家四散这么一闪，让出地方来，就看上的爷立自己的掌，照这铜条一打，啪的一下，铜条先往里去，赶铜条往里去往回来的时候，上头爷脸冲着大殿里是纹丝不动。你要头前预备跟着铜条出来，你先铜条出来那算违规。为什么？你人先出来，铜条到跟前，你纵起来一踩，你身子是向前的，那不成，非得让你这身子这力往后使才看不出功夫来。但这铜条一过自己这身子，它有风声打自己耳朵旁边这么一过，老道长一脚跟着力打这儿使劲，巍然一弓腰，就跟拿箭射出去一样，跟着这铜球蹭一下纵身行，就够奔天井当院。这人随着这铜球往外一窜，刻不容缓呐，拧腰身子往上一拔，这纯粹是旱地拔葱的这么一个功夫，真好啊！身子到半悬空，铜条整在自己脚底下，用脚一踹这铜条，这儿可难了，这儿得叠腰使劲，把油往后的力变成往前的力，铜条往回一踹打回店里头去，自己身子往前够。您别瞅就这么一两丈远，没有真功夫，没有纯功夫，说出大天你也到不了房上头。说时迟那时快，脚尖一点铜条，二次使力，叠腰纵身行，唰啦一下，大袖翩翩，道袍摇摆，这人已
已然足蹬阴阳马来到了大殿以上，转身行，单掌合十，无量佛轻飘飘身形往下一纵，站在众人的面前。老筛子爷，可是这么个练法吗？我的主位，老筛子爷直说回回话呀，练得不错。山大爷，没想到您原先练过这手啊？没有，初次练能练成这样，真高于我金元之上。哎，山黑爷过誉了，还要瞧别位的。嗯，你们二位哪位练呢？何大爷迈不过来了，我是紧随师兄啊，我师兄练完了就该我了。迈步上台阶，房檐底下用手把铜条稳住了，也学着师哥的样，他就不用再试了。为什么？师哥试一回，他那眼睛干嘛的就看明白了。师哥又真来一回，心里边已经黯然有数了。立自己的掌一推铜条，铜条打身子一过，照样纵身行，跟铜条走，脚点铜条，叠腰纵身来到房檐以下，转身行，跳到天井当院，立在众人的面前。无量佛，侥幸啊，侥幸，不如所命，献丑了，我也练上来了。金元一瞧，和尚你怎么样啊？和尚心里话说，我怎么样啊？阿弥陀佛，我还得再瞧瞧。和尚双掌合十，迈步上台阶，来到房檐底下。和尚一看这绳子坠这铜条，他一瞧，这绳子跟皮条系了俩死扣。和尚拿手要试试这铜条多的分量，这手一攥这铜条往下一转，外边人一看，哦，他要试试这铜条有多大劲。这手手掌也冲里，暗含着俩手一护，他腾出俩手指头一夹这绳子扣，这俩死扣他一使劲，他就把皮条掐折了一根，上这死扣他就给捻折了。这绳子跟下边这死扣呢还拴着呢，他巍然的手往下这么一蹙，底下这绳子扣他一夹这皮条，他功夫大呀，这牛皮的皮条他就掐折了多半根，等于两根皮条跟这绳子拴着这俩死扣，一个让他给拧开了给掐折了，另外这呢连着一点儿。和尚真有算计，我再把这悠起来，我再拿脚尖一踹，我不找这铜条，我还找这扣，我踹这铜条这根儿这儿，我人上去了，我给他留一根断绳子，他一悠，铜条往下一掉，你就上不去了。你就是上去了，你脚尖没点着铜条，这手功夫是你自己说的，你就算栽着我们仨人手里头了。可是外头三位啊能耐这么大，包括铜林离得更远了，丁瑞龙、五金堂、铁三把全没瞧见，和尚可就坐了壁了，假装颠了颠，就摆了几个姿势。阿弥陀佛，难呐难呐，难哉矣，他可就不敢使劲了，轻轻一推这铜条，铜条荡回来，他再轻轻一推，两回使劲，这铜条才能悠起来呢。他直接一使劲，他怕把铜条打下来。那皮条虽然细，但是有劲呢，跟这绳子还连着一点儿。这回随着往外这么一荡，一过大和尚耳畔，大和尚脚尖儿虚点，脚跟使力往后一蹬，弓腰往外窜，跟着这人身子腾空而起，拿自己的左脚尖低头垂目找这绳子扣，啪这么一点，叠腰躬身，噌，好悬没上去。为什么他荡起来这劲儿小啊？他这又不敢使劲踹，踹下去怎么办呢？
他这手可难练，自己的脚尖一搭阴阳马，这脚往前这么一迈，腾腾腾在房上走三步。不是他练不上来，是他这个系数太难，一转身形窝迷活糊往下这么一跳，走到了金元的面前，惭愧呀、啊、惭愧。人俩老道捧一下穿上，一转身下来了，他这笨呢，在房上腾腾腾抢三步，看着可不如那俩老道潇洒。金元一看，行了，我迎合上你身上了，我就是练的跟那俩老道一样俊，也不显我好，有你这垫底儿，我是有胜无输，更何况我想个办法，我把俩老道也赢了。他来到了铜条切近，这手他练熟了，你倒瞅瞅那绳子，他也没检查，大模大样的后脑勺冲着大家，脸冲着大殿里边，他拿自己的手掌啪一打这铜条，这铜条这劲儿大沉呐，跟着这绳子往里去，往回这么一荡，腾一下跟这绳子可就离开了。可是老筛还不知道啊，老筛还单等这铜条一过耳朵一弓腰，跟着这铜条可就出来了。这铜条他有绳子管着，他不往外走啊，这没绳子管着一下揉起来了。院子里头这几位都瞧见了，哟，不良佛，俩老道一看这可难练了，再摔回人手里头了。人这手铜条悠起这么老高来，跟绳子离开了，单等这铜条往下一落，人家才动身形往上去呢，这比我们可难练呢。他哪知道是宝镜和尚把绳子掐折了呢？可宝镜和尚一看，阿弥陀佛，老筛害老筛害，你也有今天呢。筛害金元不知道啊，自己运用自己的轻功，身形往上一纵，这铜条应该在自己脚底下面前才对呢，没有啊，那往哪儿踹呀、啊、自己硬生生身形往下落，可是他抬头往上瞧，他瞧啊，和尚老道也往上瞧，大伙都得找这铜条啊，铜条没下来，就似乎觉着在房檐上头有一片黄云这么一闪，把这铜条给收了去了。大家伙由于是大白天，这阳光挺亮，照着这大殿上边一片通明，这片黄光就是这么一闪，铜条的踪迹不见，老筛还这一脚蹬空，人可就下来，当时只下了一个面如死灰，这么大的筛个爷金元没话了，自己仰仗此绝扬名天下，一辈子净露脸没栽过跟头，当着三道俗三教把趁手的兵刃丢了，自己是什么武术家呀，什么剑客呀，这心里边翻江倒海的相思，哎呦，是一栽到底，无量佛，阿弥陀佛，老道和尚脸上发烧，全栽。怎么有高人在房檐上头，自己三个人三次上房，竟不知有人四伏在旁，尤其和尚啊，和尚噔噔噔走三步啊，都够着中几了，愣不知道后坡上有人，自己还跟人家耍鸡贼动心眼呢，你倒是把人家老筛和金元给栽了，你自己也栽到家了，哎呀，阿弥陀佛，筛和爷，他这一叫老筛和，老筛和一回头一看，和尚是怒从心头起，
心话没有合上你，我今日焉能绕到如此田地？像那个四个人，你们到上房看看去呀！都傻了，这么大身份的上道明何道远，宝镜禅师老筛和金元木雕泥塑，就愣在当场。剩下这几位倒是上房了，武英、武金堂、佟林、佟海川、丁瑞龙、丁大宝，都是咱们这套书里以腿快出了名的。蹭蹭蹭三个人上房转悠一圈，蹭蹭蹭跳下来，来到老前辈的面前，一扎子手，是什么也没看见。哎呦，这一回清真寺三教会筛还是大伙儿全栽。好好好好。